提问：你们知道法海为什么当不了 rapper 吗？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，结果白娘子戴上就不能动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一块玻璃，它从20楼掉下来，它会说什么吗？北极熊问企鹅为什么从来不找它玩，你知道企鹅会怎么回答吗？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佳跳水组合是哪一个吗？一块三分熟的羊排和一块五分熟的牛排碰块，他们俩为什么打招呼？有一个地方的信号特别差，电话老是打不通，你知道是哪个地方吗？白气球把黑气球踩爆了，黑气球该怎么办？吃饭的时候忽然停电了，为什么扒了两口饭灯就会亮？你知道动物园里最难有的动物是什么？煎蛋爱上了荷包蛋，于是煎蛋拿着吉他去荷包蛋的楼下唱歌，你知道他唱的是什么？